高考，考生啊先得让他吃饱。在我饭店，只要消费超过1000，我就免费赠送学生家长，不用洗直接摁脚。哎呀妈呀，那味儿受不了。我一共4个服务员，把相继熏倒。哎呀，为啥生意这么火呢？因为名字起得好，状元楼嘛，是吧？自从我这酒店开业以来啊，哎呀妈呀，这几年的高考状元全是从我这儿出去的，全从我这儿订的午饭。状元楼，状元楼，就是我这状元漏子开的，真的。我当年考过大学，真的考过大学，我差600分，我高考状元嘛。行了，不和你们扯这个了，还是说说饭店吧。我这饭店啊，东北菜系，味道绝壁，是吧？环境优雅，内没冷气。大姐，你咋整这么顽皮呢？啥内没冷气啊？内设冷气。你自己出来看看，这不内没冷气吗？把真给整没了。哎，大姐，这煤和设有啥区别呀？这设应该是言字边啊。我没给连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大姐，你别管这个了，你咋就来了呢？哎，对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这几天你别来，你别来，你看你一个收破烂的，你这身份你不知道啊？是不是？你来我这收破烂，收破烂，人以为我这废品收购站呢。兄弟呀，你误会了，我儿子今天在你这对面的考场考试呢。大侄子今年高考啊。可不咋的，我祝贺你呀、啊！谢谢。来来，赶紧进屋坐吧，进屋坐会儿。哎呀，咋样？所以呀、我寻思着让他中午啊上你这儿来休息吃饭。没问题，我先进来坐会儿，行不？坐会儿没问题。哎呀，大姐啊，吃饭可不行啊。咋了？有一个大哥给包下来了，哎，是大款，他女儿上高二的时候就包了。我天哪，这太厉害！另外这人长得，哎呀，吓人呐！我跟你说，长得。那头啊，像在油锅里炸了似的。咋还没来呢？状元楼。对对对对，快点快点啊！菜都点好，全炸的。那什么，孩子在里边烤呢，一会儿就出来。你把那个认识亲属朋友啊，你该找全找了，因为饭店我包下来了啊。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快点！大哥，哎呀，你好你好，大哥，来了啊啊！来来来，赶紧进屋坐着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你看你一来没有？你发现没有？我这小店啊，墙壁生灰的。啊！墙壁生灰，快擦了吧。那叫蓬荜生辉，好话。啊，好话。蓬荜生辉，哎呀，人家都知道，我大哥文化人，倒腾书的，完一身猪圈味儿。大哥呀，说啥呢？说啥呢？那是书卷味儿吧？书卷味儿我知道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家挨着猪圈，你知道吧？这书啊，正串着一身猪圈味儿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您好。兄弟啊，像你这种情况，出门要不带翻译的话，很容易挨打，你信不？大哥，对不起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谁呀、啊？哦，那啥，我。那个你不是爱干净吗？啊，我找那个来给你收拾收拾，擦擦家里人。哎呀，兄弟啊，嗯，你媳妇儿可没有你长得年轻啊。哎，不是，都是那啥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是我俩站一块都说是我妈。什么、啊？都说嘛，对吧？就是老子长得老，长得丑好，就是糟糠了，破糟糠了，对不对？行了，我说兄弟啊，反正菜安排的，行行行，叨不叨啊、哎？都安排好了，大哥呀，来，我给你说说啊。哎、首先呢，先整几个凉菜，来，好，菜心海蜇皮咋样？好、拍黄瓜啊、酱牛肉，什么牛肉？酱牛肉。我姑娘现在是升学的阶段，你给他上酱牛肉不太吉利吧？啊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哎，行，那换一个。哎，那不让酱就生呗，对吧？生拌牛肉。好，继续。生拌牛肉不怕拉肚子呀？
你哪那么多废话？行，好，咱开始上热菜。喂，热菜呢？干炸丸子是吧？干炸丸子，你还有日本菜啊？啥日本菜？干炸丸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在我点的菜当中有弯弯弯弯的都不行。完了哦，你看，我姑娘要上大学，对，怎么搁你这就完了吗？是是是，那清蒸鲩鱼也不能上了呗。哎，大哥，我是想考虑这个丸子吧，它符合你身份，它档次高，你知道吧？不，你那意思我长得像丸子？像啥像啥？像啥？咋的呀？你承认了还啊？不是，大哥呀，就是你看那个没有鱼不成席呀、啊，那得整个鱼是吧？海鲜，整个鱼，整个啥呢？整个焖黄鱼，不行，再整黄了，不行。哎呀，整个炒鱿鱼，啥炒鱿鱼？啥炒鱿鱼？你别跟瞎掺和，行不行？对，你点，我点。鲤鱼跃龙门，大哥，鲤鱼跃龙门咋样？好，好啊！谢谢啊！哎，继续的菜就没事了。哎，你看啊，蒸海蟹、烤大虾、回锅肉，是吧？你缺德呀！啊？咋了？你那意思明显让我姑娘回到高中服毒啊？回锅肉里没毒。我不是说肉里有毒，他回去不还就重上的意思是不是？啥？换？不是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回锅肉吧，是把肉先炖好了，完了我搁那搁着，弄凉了以后切成片，完弄点青蒜啥炒，这是两道工序。对对对，那两道工序它不是更入味吗？就是。那这不也叫双保险？啥双保险？哦，对，双保险肉，大哥，保证你女儿考上大学。点。这咋的？点行啊你！哎呀，剩下这两个菜就好整了。剩下这两个呢？说，我的妈呀！说呀！你等会儿，大哥。咋了？剩下这俩菜，我一念，他非把我脑袋拧下来。什么菜？苦瓜炒笨鸡蛋，乱炖。那啥，还有俩菜，那一个是苦瓜炒溜达鸡蛋，让咱姑娘顺顺溜溜凉快的升学。好，还有一个炖菜叫胜利大聚会，你看咋样？咋样？这些菜里哈，就这俩菜最顶了。大哥，我点的啊！哎呦，大哥，兄弟好，你真行啊！行啊，大哥。主食上点啥呀？包子，菜包子。你才包子呢！不，我听见。兄弟。这时候包子就不叫包子了，你想啊，皮儿好看，馅儿实惠，那得叫秀外慧中，也是对你女儿的一片祝福，是不？哎，大哥，对，哎，这真行啊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说你糟糠，文化挺强啊，你。老板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我这么帮你出主意，你还占我便宜？是，等一会儿，来。闹了半天，你俩什么？怎么？我是他的顾客，跟您一样，考生家长。不说呀，你这过来，你嘚瑟。当时怎么定的？对，饭店我包了。是吧？多进来一个人都不行。我是寻思吧，你就和你女儿俩人吃一张桌，那张桌呢？你看看，我媳妇是人不？我妈我爸是人不？我老丈夫，我老丈母娘是人不？不是，是，我没说不是。大哥，你整这家庭大聚会，你整我这饭店装不下呀！别跟我废话啊！并桌，我并桌。大哥，你等等，并桌。他这吃完就走，我特别简单，我就要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一盘那个海带炖黄豆，再来碗米饭。你就不用让我这档次太低，这孩子高考弄点定愣的。哎，大姐，对了，我给你提个建议。来，对过饭店有个拿手菜，蚂蚁上树，知道吗？吉利。您呢，领着您儿子上对过那饭店爬树去，吉利呀。哦，你等会儿，大姐，那个大哥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个你虽然把饭店包了，但是你没交定金，人大姐交了定金了。他点那点破菜交多少钱？一个菜100，人交200呢，我交500，
交五百。不行啊，兄弟，你干嘛？啥？你要交一千呢？快交一千！我交两千。不行，兄弟，你干嘛呀？五千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干啥？大哥，不是，算了算了，大哥，两万。大哥，谢谢，这饭店归你了。走，咱俩爬树去。过来，定金撂着。大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个我姑娘考大学这个角儿要让你给搅了，看见饭店这牌子没，我立马给摘了。你要它干啥呀？挂在厕所里。哎呀妈呀，这不整臭了吗？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哥你坐，我跟你商量商量。你知道吧，这大姐，大姐你也坐，你也坐。这大姐吧，虽然身份没你高，钱没你多，我跟你实话说，她就是个捡破烂的。咋了？人虽然捡破烂，人身穷志不穷，人供孩子上大学，他孩子要考清华。我还跟我孩子麻绳呢。啊，上吊啊？会说话吗？跟你这种档次的人说话太霸气。麻绳，美国麻省理科大学吗？兄弟，那叫麻省理工学院，不是麻绳。我特意那么说的，知道吧？哎，你那意思想让你儿子上那念书去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可不知道他儿子，那身体杠杠的，那学习成绩哇哇的，那心理素质嗷嗷的。我全国挑不出俩仨来，宇航员呢？差不多。我跟你说，学校这么保送孩子上师范的去，不去，直接要考清华。哎呀，那英语说的，外国人全撂倒。我跟你说，人家参加比赛了，全世界中学生英语狡辩大赛第一名吗？啥玩意儿啊？那叫国际中学生英语辩论大赛。你看你给说的，辩论都是一这。大哥，你说我想起来了，啊，你在电视里看过，他儿子上电视了，对，他还替他儿子说了几句话，就是他啊，妈呀，是你呀，哎呀，大哥呀，别整太礼貌，他有儿子，说啥呢？不是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说，你妈真的不容易，你妈，不是不是，我说错了说错了，对不起，大姐你快坐你快坐。我是说大姐不容易啊，哎呀，大姐这人呢、啊、一生当中就俩字儿，刚强，对待孩子就一个字儿，收。收啥呀？收破烂。不管是多冷的冬天还是贼热的夏天，妈收啊，哎呀收啊，这把我们这一片全收了。这大姐太厉害了，愣用破烂对出一个精品的儿子。大姐啊，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啊。嗨，那为了孩子没有吃不了的苦。行了，我也别搅和你们吃饭了，我呀借您吉言，一会儿我带我儿子上对面上树去。上啥树我做主，如果这儿不行上后厨，后厨还有桌子。我不给你添麻烦。添啥麻？瞧不起我呀？不是大哥，你不是不让吗？啊，啥不让啊？今儿个你们娘俩就在这桌上吃了。不是，那你不是有一家子人的吗？不能让他们来了，并桌，赶紧并桌，啊！哎呀，大哥呀，谁一块吃？我刮目相看呢，大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人自私能行吗？对对对，顾着小家能行吗？是是是，创建这叫和谐社会。哎，你不做点行动能行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真行啊！啥玩意儿？这屋谁说了算？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，对吧？我说了算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两家都在我这吃。我全包了，免费。哎呀，敞亮啊！泡壶，酒水你掏，啊，更贵呀那。大哥，哎，孩子都考完了，赶紧去接孩子去。行，哎，快去，我在这等着啊。走。哎呀，还是应了那句话呀，说呀，当妈苦，当爹累，当儿女的最舒服。我呀。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喜欢当儿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得赶快把那乱炖。